一个4月22至28号连续7日有这一个精彩的预售，今次的是 Inno 64 1:64 系列日产 R32 战神 Pandem 电导版预定版本，是预定就一定有的。好啦，另外第二个产品啦，就是呢架 Tiny 自家品牌1:76 Scania 香港消防泵车的常品，都是22至28号在 Tiny 的网上和实体店咧有得预订嘅，价钱都是一样喎，169元，大家留意一下啦。Spiderman， 咁当然啦，而家望紧嘅 Starshoot Night Monkey， 我哋绝对唔系介绍佢，我纯粹系带佢俾大家嚟睇一睇个对比系咩嘢啫。今次要讲嘅。噔噔噔噔，呢个系咩版啊，德哥 ？Anti-Orc Shoot， 即系对呢一个八爪鱼用嘅装甲。咁大家如果有玩开呢、这、一个Gamma-verse 嘅话咧，应该都唔会陌生，同埋呢一套甲都唔算难攞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佢咁够姜，即系买咗呢一个 Gamma 嘅版权，其实之前都已经出过一只，即系叫最 original 嘅蜘蛛装噶啦。嗯，嗰只我其实都好中意，同埋我都有几高嘅评价嘅。咁至于今次呢一个对八爪鱼用蜘蛛装有啲咩咁巴闭咧？影咗咁耐个封面，其实我想讲，我今次几中意佢呢个封面。好，咁啊，望下里面啦，玩得蜘蛛侠嘅。真係唔講得笑，唔講得笑嘅地方係咩嘢呢？佢淨係玩手型都玩死你啦，大佬！足足6對手，包埋個拳頭，知唔知啊？1、2、3、4，哇！真係6對手都唔止喎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另外就會有另外一個頭啦，同埋一堆蜘蛛絲啦，等等等等等嘅。咁好啦，事不言遲，即刻掹佢出嚟諗下先。嗱，呢一個就係、是。叫做係劇場版新型嘅蜘蛛俠啦，咁啊 ，Staff Shoot。咁至於 Game 版已經係成咗，即係叫成年嘅蜘蛛俠，又會同佢有啲咩分別咧？即刻拍埋嚟睇一睇啦。見到本身個身型係大隻咗嘅，好明顯。咁同埋本身個高度都大概係爭1/4個頭到啦。咁變咗由一個青年嘅身形變咗一個成年嘅身形，咁啊可以望一望翻側跟，咁樣睇就可以睇到佢高度個對比啦。最主要都係身形嘅啫。咁本身我都想講多少少，既然拎咗只 Night Monkey 過嚟咧，咁都可以望翻我最欣賞係佢條個頭嗰個可動性。當然啦，你咁樣玩就梗係會穿崩啦，咁但係你即係超人嚟嘅喎，俯衝嘅動作佢都做到嘅，犀利。咁所以其實講可動性嚟講咧，其實呢只即係 Night Monkey 而家買嘅話咧，即係平靚正嘅。嗯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佢就冇特別話有個頭雕，咁但係就起碼都叫做有一個開眼版嘅頭俾你嘅。當然啦，大家係有玩閃會嘅，我唔需要再多介紹噶啦。係咯。好，咁啊，睇翻今次介紹嘅抗八爪魚 shoot， 咁見到本身其實成個著色咧，最主要都係分三隻嘅，光澤黑、瓦黑同埋非常之我叫做熒光黃先啦。咁所以其實成個配搭個撞色咧都好靚。有啲如果你喺燈光有啲唔同嘅燈光咧，可能就有啲靈金咯。係，因為本身佢嗰、那個。黃色咧，佢即係令到係好似即係接近金色嘅，冇錯。咁後邊嘅蜘蛛紋理亦都好清晰嘅。咁本身就住件 shoot， 咁要見到本身黃色有啲一點點嘅點綴啦。咁成個即係情報量都係非常之足嘅。咁當然啦，你玩得蜘蛛就真係玩佢嗰個可動性啊。咁頭先見到 Night Monkey 做到嘅，放心。呢、这、一個蜘蛛俠都係冇問題嘅，即係基本上個活動能力、活動性都係一樣嘅，係都係黐線。咁啊，心口亦都多咗一節關節，等你可以拉出少少向前喐隻手啦。咁當然啦，因為本身佢要遷就翻人形嗰個動作咧，就變咗唔同啲機械人咁樣，呢度可以即係開多一刀，做到一個可動嘅關節。佢就真係純粹靠心口呢一個拉出式嘅對接關節去喐，
咁變咗就會有少少阻滯，不過因為佢真係可以拉個幅度比較大咧，所以喺個可動性方面都唔會有問題嘅。喂，真係拗到背脊嘅咁，真係德哥。喂，癲癲地嘅大佬，真係好誇張喎！要拉埋大節，仲可以拉到咁多啦。咁當然啦，其他譬如話手瓜嘅關節，因為有雙重關節，所以變咗佢都可以相對性就貼個手個手瓜係貼得比較實嘅。前面都有個波裝位，方便翻你擺嗰啲即係射蜘蛛絲嗰啲動作。好啦，手玩完都係要玩翻條腰。好腰好腎又好男人，咁佢可以咬腰咬到咩地步呢？我好中意挑戰每個玩具嘅可動性去到邊度。條腰向後極限就係咁多啦。我當然啦，當你咬到去咁前鞠躬嘅話咧，後邊就會穿崩，但我覺得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。點解呢只會好似咬得多啲喎？係。明顯地係極限嚟㗎啦！呢一個向前踢大概個幅度就咁多，因為本身你個關節位咧呢一度都會頂住呢一個 hip 位嘅，咁所以變咗就去到呢一度，差唔多啦。係啊，會斜少少。咁跟住就係個膝關節，玩埋腳掌啦。哇！腳掌就呢度頂實，盡咗咯。係啦。反而個腳掌個可動性就始終會有少少限制，反而向左向右咧。都喐得多過人類嘅，所以玩蜘蛛俠咧，其實真係話玩可動性咧，其實都真係唔使點擔心。咁啊，本身佢連個鞋底都係有著色嘅，有著色嘅意思係用咗金屬啊，唔係金屬啊，光澤黑灰同埋呢一個叫做熒光黃都非常之即係層次分明嘅。好啦，咁啊真係玩下佢啊，唔爭在啦，因為反正既然有個另一個頭咧，咁其實我自己就中意原本個頭多少少，但係呢一個頭即係陰陰濕濕咁樣都 OK。使唔使加翻啲特效件啊？一定要啦！佢特效件都有好多條啊！如果係蜘蛛絲嘅特效件、，total 係有一二三四五六件咁多㗎。係，我諗玩住兩條過下癮先啦。係。好，咁啊。其實我自己覺得唔好話淨係SHF 啊，其實即係成個 SHF 咧，我自己覺得最牙煙嘅位咧，始終都係手腕關節呢一度。其實當然啦，你新買我又覺得問題就未必好大嘅，咁但係可能即係如果擺耐咗啊，你日子有功，你黐到實一實，或者本身佢硬化咗咧，呢、這個位就好容易出事。好咁啊，噏完一大輪，好啊，點裝法啊？套落個係啦。最理想就有埋個台座一齊玩，咁啊變咗即係個感覺就應該會完全唔同曬，因為佢真係可以擺到好多好理想嘅姿勢。咁啊，暫時呢嚿嘢個價錢就400多元啦。咁嚟緊會唔會佢個下場同呢一個Staff shoot 一樣咧，咁我呢個我就唔敢講嘅。咁但係如果純粹就咁講話呢一個玩具嘅質素咧，我自己就幾中意呢一隻，因為佢嗰個顏色咧，確實比其他蜘蛛俠嚟講，我覺得即係嗰啲黃色係好靚嘅，好搶啊！係啊，見到嗰啲情報量係分佈得好均勻。咁啊，同埋本身即係我又有玩嘅 game 啦，又中意只 game 啦，咁所以變咗確實係有啲分家嘅。咁啊。都係嗰句啦，如果真係話有台座帶埋嘅，咁啊變咗成件事就唔同曬玩法。其實都冇乜特別補充噶啦，你玩蜘蛛俠都係玩佢個，哇正，可以咁就掹爛都唔使驚，即係係玩佢個可動性，係玩佢擺啲好誇張飛嚟飛去嘅 pose 嘅啫。咁啊，佢呢一隻就真係完全唔使點擔心，可以盡情咁樣去扭嘅。咁所以變咗都係嗰句啦，中意蜘蛛俠嘅。平平地，我就覺得呢一隻值得買嘅。咁啊，又可以講住咁多啦噃，直落。咁啊，轉頭見。